的，我们可能他坐下来的时候都不太愿意坐，就是平常你们都可能会有一些小圈圈啊，可能大家都可以全部那么团结。但如果今天有人要欺负你们班，你们班会不会团结？对，所以这个流比也是一样，你今天欺负他，你今天给他很大的力量，他就会团结。可是你如果今天没有对他做什么事情。